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， 好耐冇同 Andy 倾偈 ，Andy 你好，好耐冇见 ，Hello， 系啊，要揾你嚟啦，因为咧听到好多人都觉得第四季咧环球股市咧风险处处，特别系美股为首啦，都唔止啊，其实欧美股市你留意到咧，过去可能七月或者八月初摸咗个顶之后咧，回调幅度好明显嘅。